这盘菜底下的辣油无限接近老干妈。我很喜欢这个土豆迷迭香的披萨，如果你来一定要试试。这是一家厨房蹦迪的餐厅，他们家的面点味道很不错。吃饭到处排队，再来一块。你想要这个吗？可以啊。就可以挂到那个底。对，就要买。拿两个贝蒂，我觉得那个在墨尔本买不到现在。行。嗯。我们可以把它种在那个弄个花盆种。你想要哪一个？这个。这个好啊，这个它可以往上长。啊、嗯。拿个两个呗。那这个。哎，你们有花盆吗？这个长大了比小的好看很多。对啊，得买个养。好，那坐上。那得上。Good boy。他现在已经习惯了。莫菲又找到好朋友，好愿景。他们这儿居然有国内的这种电子点餐，也还挺高级的。我太土鳖了，澳洲这边有这种的，现在还算是很少。嗯。秋色中，家人好友吹着小风，喝着小酒，还有什么比这更惬意的事呢？这个瀑布就一般，你要是见过黄果树瀑布或者花果山水帘洞之类的，这就特别一般。我说了，发现这些警示牌反正对鬼佬也不怎么管用，他就警示你一下，也不是说一定不能进，他们就直接跳过去了。没有，他放你一下，摔死了跟他没大关系。啊，这个意思。我看到底下就是石头上面还有人呢，好多，还有狗。可以下去。可以下去。可以，小狗可以拍照。总的来说。Daylesford 离墨尔本市中心一个多小时车程，生活方便，环境优美，充满艺术气息，又不乏美食美酒，既适合休闲旅行，也适合退休养老。我们的旅行到这里就结束了，下次再见。